Hello， 朋友们，现在已经是早上了，然后去买点东西，过去把东西买好了，就直接回去了。放空调呢？我不是在这里住的，这么个。你不是在这里住的啊？啊。啊？有现金吗？多少钱？15元呢？15应该有，我看一下。谢谢啊。走了，长那么大第一次说过生日上来买东西回去什么的，之前每次过生日都是要么在上班，要么在上班的路上，都是过了之后第二天或者什么时候，耶，昨天不是生日吗，就都这样子。所以现在是第一次记得生日，那个好像不是好的，然后被人折呗。哎，别浪费电，不然被单纯这样的。帮我充个电好吗？单纯呢？单纯帮我来充下吧嘛。到单纯市场了，去看一下买什么去。这个大的几块啊？啊，大的多少块？大的5块，就这里，这个5块钱，2块、3块、10块、5块，这里，这个5块，买上我买下。哦，都是吃不起蟹类。买了点生蚝。赶紧买点烧烤的，看看要吃什么。买点骨头回去给我妈吃。买了好多东西，都是烧烤的，今晚回去弄烧烤吃。搞定了，这边是我们吃的，这边是我妈吃的，现在吃的都分开来了。走了，回去。嗯，刚从南宁回来，就直接来工地了。这个挖机玻璃烂了，然后老板就叫我过来帮他搞，过来给他搞一下。现在回到我们镇上了，过来看一下那个蛋糕，准备订个蛋糕回去。第一次订生日蛋糕啊，就订了这个这种的，订好蛋糕了，等我再过来拿。现在去买点啤酒吧，买一箱啤酒。就买一箱啤酒也够了，即使没什么人，就家里面几个人而已。现在差不多了，先过去拿我的蛋糕，拿我的生日蛋糕，就这个。人生中的第一个生日蛋糕，好开心啊。回去了，等着吃蛋糕。